是吧？啊，有没有纸？有啊。身体不舒服吗？拉肚子吗？嗯，没有啊，我好好的呀。那你怎么老上厕所呀？一卷纸都用完了。没有，这不是月底了吗？嗯，实在是手头上没钱。啊，你这上厕所跟没钱有什么关系？你不知道啊，穷则思变呗。